还有两天东京奥运会就要开始了。原本以为去年的七月可以把这件在东京元素 A6 的旗舰店购买的一件 T 恤穿上观看赛事，谁知道全球疫情爆发，赛事被迫展延一年，我也足足等了一年才可以把它穿上。所以因为东京奥运，我也想借此这个机会就分享我在东京旅游的一些乐趣。所以这个旅程有五天，所以我把它分成两支影片，所以第一支影片呢，就是这支影片，我就会讲述第一天跟第二天的画面。过后，第二支影片呢，就会着重于迪士尼海洋，就是第三、第四、第五天的画面。所以希望你们会喜欢这支影片。过后，如果你们喜欢，就记得分享、按赞跟订阅我们的频道。